你们真的给我找找问题在哪儿，到底是哪个环节出毛病了。嗨，大家好，我是光子，一个80后的油腻小伙。今天呢是姑娘们的节日，借此机会呢，我祝福普天下的所有大妈大姨姐姐妹妹们幸福安康，青春永驻，开心每一天。希望你们呢永远是万花丛中闪闪夺目的花朵，温暖和照亮我们的世界。我已经看了无数个视频了啊，做包子发面对我来讲简直就是神话一般传说，从没有达到过标准的。据说啊，搁猪油面会蓬松，会变白不塌陷。然后呢没有猪油，我拿那个黄油，然后酵母呢也化开了，提前化开了。我这是好像是4斤面，你们看差不多4斤面吧。现在呢就要加水，4斤面呢按规矩呢是说1斤面加半斤水是吧，还是6两水。那我4斤的面，那我就得加2斤多水啊，这么多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后现在开始活啊，看看到底怎么样。哦对了，还有一个大姐说搁白醋，我想想白醋我这有，这白醋是干什么的，反正有一大姐说搁点白醋。灭火好了啊，估计等个半小时应该差不多吧。姑娘们现在来弄菜啊，今天我们的馅儿呢还是芹菜猪肉，因为想买豇豆来着，但是实在是太贵了。豇豆你们猜多少钱？1公斤豇豆的价格啊，大概是60-70人民币1公斤，所以说根本吃不起。其实我问他们俩，我说你们俩想吃包子还是吃饺子？想了想，哎，饺子呢是吧？他们在那边自己能包，包子他们在德国自己包不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准备呢吃包子。从小包包子、包饺子，帮我做饭、收拾屋子，他们很能干。现在俩姑娘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了。爷们，来，开始弄馅了啊！来来来，快长个！来2两猪牛混合的肉馅。哎呦我去！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天哪，这我怎么感觉有点上天太平洋了？我天，这怎么办啊？这个完全就没发起来啊！差在哪儿呢？这物理温度也挺高的，22-23度呢。帅！你起来起来，别闹！他们老吃生馅，你知道吗？起来！起来！已经3个小时过去了，孩子都回家了。大家好，大家好。几乎没有变化，谁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到底是哪步做错了？就感觉没有酵母一样，你知道吗？酵母就是不够，它也不可能一点都不发起来啊，受不了了，我已经放彻底放弃了，今生跟包子无缘了啊！现在呢好？太少了，你这哪行啊？啊，马克很愿意干的。那现在呢？好吗？不行，我看见了，看，这是第一个啊。现在呢？哦哦，你不落后。我觉得姐，你别了，你看姐弄的，好看不好看？我吃了一点，因为买错地方了。Марк, ты пельмени делаешь? 吃了一点。包子不会。没关系，以后爸爸教你啊。看谁包的好啊，咱们啊。哦，Марк, красивый бортик делаешь? 哎呦，可以可以，行啊，你小子，可以吧？6岁，这女孩子我跟你说就是不一样哈，动手能力就是强，她是打小跟我干练的。我天哪，你干嘛呢，马克？你这吃馅儿呢？我也很多。很多你也不能往嘴里放啊，我天，直接塞嘴里了，我的妈呀，我那还要拿着放那吗？你就想吃就吃呗。、我的天哪，你要放那吗？你随便吧，随便，那就吃着。马克你别吃包子，爸爸帮我，我帮你啊，你也要弄啊，你看别了，怎么包子来着，这我包包子我也是外行。对对，你好，谢谢。这个怎么办？这个你说怎么办？这个放里边，真漂亮，灭了弄的，哇，谢谢灭了。夜晚的也还行，挺好看的。你看我们这家的包子啊，联合国什么样的都有啊，各种型号，各种尺寸。我自己会切。你自己会切？你现在不把手切了，我就哈利路亚了。我跟你说，来，使劲。马克可能逞能了，我天，能跟你说。你看你手往哪伸？你下一次再切，你就直接。跟你大拇哥一块切去。好了，谢谢马哥，行了。我是真的这样。那不，我来。我来，你看。马不是这样的，你起来，谢谢你，你怎么？哎呦我天！马哥，一会儿你就吃饱了，我。И вот так дальше щипаешь。叶娃老师啊。哦，第一个包子挺好，不错，马哥很棒。行了，你休息去吧，不用弄了啊。休息去吧，你别弄了，马克啊！我要弄，不，我自己弄。哎呦呵，你这都会啊！最后一个给 Kill 了啊 ，Kill 真棒！第一个开始的，最后一个结束的。
这么看着还行哈，反正能吃能吃啊。吃包子啦！来来，吃吧吃吧啊！这个是谁做的知道吗？马克。啊？哟呵，马克你都吃了一个了。嗯哼，真棒，吃吧。俗话说，团结就是力量。今天呢，我们一大家子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完美的配合，换来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孩子们是快乐的，是幸福的。香喷喷的大包子吃到了嘴里，甜在了心里。给豆倒了吗？啊，你吃多少醋的一瓶你们都吃没了。我跟你们说啊，真是咱家孩子就是有山西血统。马克你觉得怎么样？好吃。别吃了啊，你说。你瞅你的眼神儿。好吃吗？好吃。嗯，哎呦真好，谢谢，你爱吃就行啊。都吃完了啊，该我上场了。咱们那个国内带来大酱，来点蔬菜，吃点包子，打了点胰岛素，再来点咱们黄土高原啊独家陈酿的矿泉水。孩子们都吃完了，各忙各的去吧。哎呦我天哪，我们要不要给他们吃面食？给你爹倒上，不让喝，他说只能喝一点点矿泉水。и потом еще раз。Нет, я тебя не налью больше. Все, это моя водка. Нет. Если наливаю сейчас, то это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Это что такое, Ева? Ну скажи, 50... это что такое? Вот целый литр. Она просто широкая, папа. Да подожди. Папа, не кума. Ма? 我不困，我困什么？还没吃饭呢，我困吗？喝酒不让喝。谢谢，谢谢。Пожалуйста. 最地道。他说吃了仨，其实吃了五个。你外面吃的也有五六个，少说是马克可能吃了三个还是四个。都爱吃这个，用煎饼。你看啊，我们家你看血统挺多的，爱吃醋的，爱吃面条的，爱吃包子，爱吃饺子，爱吃大酱的。嗯，好吃吧？马克爱你们，月亮爱你们。我也爱你们，爱你。爱你，干杯。月亮。耶、yeah, 别忘了啊，点赞关注分享，拜拜拜拜拜拜。смотри сколько ты много выпил за один глоток блин просто пол бутылки。这就是姑娘啊，吃饱喝足，直接自己起来刷碗。夜晚一会儿收拾桌子，收拾地。哦，就这姑娘啊，咱说实话也不知道给谁培养的。再过几年啊，就该飞了，是吧？别让忙了，杰斯，我爱你。我爱你。老柯，你吃饱了也不说收拾收拾？